今天呢，就是鬼谷子闹和鬼谷歌闹的厨艺小教室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昨天去超市买的牛肉铁板烧。对，它的雪花分布还蛮漂亮的，这个折合台币差不多100-200块而已，很漂亮的肉。我现在煮干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吃早餐。今天煮看看，现在介绍一下它的厨房。他们日本的厨房，他们开火是这样开火的啦。看这边，先按一下点火，就有火出来。然后这边可以调强度，好，拿热锅一个，汤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放我们的可口的肉片喽。非常漂亮的油脂，所以基本上不用加油，那它油脂慢慢就浮出来了。然后它的表面跟水状的油脆就可以翻面了。OK， 完成了，非常好吃的牛肉完成了。当当当当当。哦，不慢的是呢，很软嫩，要加一点盐巴哦。做起来，什么油脂，它直接跳动。对啊，加上少许盐巴，然后现在就完成了。鬼谷子闹烧肉完成。鬼谷子闹，鬼谷歌闹烧肉完成。它的油花非常的漂亮，你吃看，非常软嫩，好吃。今天的厨艺小教室结束，就是我们在日本的，就是自己煮东西的一个简单的早餐料理，在日本的第一次，很棒，超好吃的。这就是我们去天满市场买的黑毛和牛，超级多的肉，肉片有40片到50片多。它原本2000日元，它特价超级特价，超便宜，1000日元。好的，然后它的油花分布超级漂亮的。那等一下就煮给大家看，这个黑毛牛到底好不好吃呢？你教你看看，超大片。完成了，先试试看这一块。哦，很多汁，很嫩，这个折身部很平均，很好吃。哇，好吃，哇，卖的呢。等下我有去买个生蚝，还是刚刚采的，超级多的，这么多，要10几盒。然后这个是生蚝，可以直接吃的，价格是500块，差不多100多台币而已，超级便宜的。大家试吃哦。我要先试吃这个可以生吃的生蚝，它是来自日本的冈山。我先沾点酱油。它的牡蛎非常鲜甜，吃去上是很顺口，入口即化。完全都没有腥味，来自冈山的牡蛎，它是冈山的牡蛎，很新鲜的哦，可以生吃的牡蛎，差不多一个手掌这么大的牡蛎。好，现在先来蘸一下酱油 ，wasabi， 一口。来自大海的母亲，咸味哦，直冲我，哦，好吃，超级鲜甜的，看。
想要试吃这个北海道的海胆乌尼。打开，感觉非常的鲜甜可口，有没有？粒粒分明，非常的新鲜。我来介绍我们今天关东煮的料有什么好吃的。有超级大只的虾子，还有这个日本的和牛，还有这个好超好吃的竹轮，还有豆腐酱鸡汤是超级好吃的，还有这个鸡肉丸，还有鸡心跟白菜，还有香菇，有没有？ 白菜跟香菇，超级丰富的。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在下方订阅我们，并且按赞分享影片。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6:30准时发影片，我们下次。